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贵。我们今天继续来石炉冒险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已经在玩了好几天之后了，就是上次大概是10几天嘛。那我们现在好像差不多玩到20多天了，因为中途其实没有发生太多其他的事哦，所以我就慢慢的让他们去玩下去了。 那这边呢，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看一下今天的话是没有写，第几天没有写，好，可能要等每日升级才会写。好，大概一样差不多。那我这边餐馆盖好了，看餐馆里面是摆设的这样子，然后摆了豪华的桌椅，然后里面还有娃娃。 那这是比较豪华的、比较好的椅子，不晓得有没有比较效果比较好一点。然后我从那个商人那边买了一大堆食物，因为食物的那个判定升级，它的需求还蛮高的哦，所以我们想说就花钱买食物，这样应该比较快一点。那食物的话，我打算通通搬到这个山洞里面。 因为食物那个储藏地真的还占蛮大的空间哦，我想说我就在餐馆旁边挖一个洞，然后把食物都存在里面，好放在冻库里面也比较不容易坏，它也没有坏的那个效果啦。只是那这食物都摆在这个大太阳底下，这样好吗？就是好像不太好。好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子。那目前周围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啦，就是差不多都是。 一些敌人，少只的敌人出现而已，没有太大的阵营出现。好，每日升级来嘞。可是我们食物还没搬完，所以可能升不了级。我们试试看，就是晚一点再按好了。那个不晓得，到隔天再按，不晓得还能不能按，还能不能升级哦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的铁匠已经，后来铁匠换人了，然后就是他等级有提升了。 所以，我们这边已经可以做这种武器了，可以做比较好的武器。那它最后一个要4级才能做，这个是长剑。然后还有这种铠，钢的铠甲，防御9欸，超级强的铠甲，这是目前最棒的铠甲。然后这是目前最棒的剑，对。那有短剑跟长剑，长剑可能，攻击范围比较长吗？不晓得欸。 因为它等级要需求比较高，所以应该比较好吧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后面也挖一些山洞，那里面就是边可以放钱，然后还用城墙围起来。因为有时候这个山洞里面突然出现怪物，不晓得为什么，不晓得它出现怪物的那个范围包在哪里。好，那石头的话，我们可以做一些装饰品，然后就来做点。 石头的话，卖钱的话是做这个石头桌子，这可以拿来卖钱。那其他的话都是装饰品用的。看一下哦，装饰品的话，摆一个水在里面，水，好。然后这个灯，这个灯怎么没人放？放个灯，好。 然后你看，我这边还有放他的那个招牌哦，这是铁匠的招牌，然后这里是木匠的招牌。虽然他们要住山洞里面，但是，这应该还不错吧？有床有椅子，应该可以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这边来铺个路好了。然后如果有铺路的话，就是在上面行走的话，移动速度会比较快。 所以我在这边铺个路，暂时铺条路好了。好，这样子，然后建造，好，这样应该可以。那看一下，如果我在他们那个整片底下的话，想说自己能不能建呢？ 哇，不行欸，会被东西挡住，所以要分开来盖哦，要一个一个按，不然就是东西收一收，然后再一次盖，一次拉那个地板的范围，不然它这边会被东西挡住，没办法直接拉一大片啊。好，没关系，那个我们之后再来做。好，有人来卖东西了，卖布的、哦，我好像现在好像不太需要布嘞，因为布的话该有的都有了。 我们就来卖个东西吧，卖点书桌、梳妆台，然后这个石桌27块也还不错。好，大概没什么好卖的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做了很多把武器，这边啊，他们可以自己来选用，有这种锤子，然后这种青铜剑、青铜的锤子、钢剑这样，很多很多材料，很多武器。 这个银矿我们丢在这里。好，那看一下，这有做了很多装饰品啊，这边可以装饰一下，一个窗帘的感觉。好，你看大家在里面，在饭馆里面吃饭，蛮可爱的。有没有吃南瓜？应该是南瓜。 好，大家吃的不一样，是吃玉米，然后是吃胡萝卜，他们就吃一根胡萝卜就饱了，有点奇怪。不过听说下次改版中呢，会有厨师这个职业出现哦，到时候会有厨师，应该就是可以用这些食材做料理吧，应该可以吃得更快，或是效果更好，可能会有一些附加效果之类的，我猜啦，他还没有放出消息，就是只有看到有这个。 有厨师这个职业的图示而已，效果还没有说明，对，之后改版才有，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会改版。好，我们的餐馆啊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好，那大概是这样子。那这边还放了这个烽火台，在晚上会发亮，石头做的。 好，然后这边其实还有放了这个装饰品，这好像是海豚的头吧？奇怪的装饰品，海豚的头就是这个海豚头。哦，那这边是睡觉的地方。诶，这个我怎么会摆在这里？奇怪，这个是线的那个线的扛棒，摆错了。好，这里大概目前就这样。那我们的人手已经有2、4、6、8、10，数乱了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7个人。对，目前有17个人，非常的多。好，那我们的食物好像收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来升级。哎，每天升级不见了，每天升级不见了、欸。 不能太慢按，不然它就不见了啊！想说等食物先搬完再去收的说，可恶来不及啊！还有一些没有捡起来的，叫他们捡一下。好啊，这边木头也要捡一下。 好，那我们现在的猎人有2位，另外找了1位这个秃头的先生当猎人。那猎人的话，因为猎人是目前唯一有一个上级职业的，就是牧羊人。对，这有一个牧羊人的职业。那这个需求是猎人要3级啊，3级的那个猎人才行。所以我们多带叫1位去当猎人了。 啊，之后就可以转职成牧羊的人。养羊的话，它可以就是有肉，然后也有羊毛，可以产肉跟羊毛。好，不过好像没有羊奶，没有羊奶之类的。好啊，那这边的生活其实就差不多这样子，还蛮稳的。那我想说，之后把这边规划一下，然后想在这边就是村庄里面到处都要铺路，这样大家走起来会比较快，然后应该会更好吧，效率会更好。对，那食物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要再多一位农夫诶，看一下，农夫的话，农夫那个锄头没了，做一下锄头。 锄头，然后选一位，再当个农夫。农夫的话，应该体力高一点，跑比较快。好，这一位应该 OK 哦，这一位可以当，这一位好，再来一位农夫。当，好，我们的猎人，第二位猎人等级2了，等级3就可以啦，就可以转职了。 好啊，这边线有一些材料可以做一下。咚咚咚。好，大家跑去睡觉，没人要把那个。 旗子拔掉啊！有商人来了，10个，这是玉米吗？给我6个什么东西啊？好了 ，OK 啦。我们甘蓝菜是不是？啊，好像比较亏耶，没差。好，那床好像有点不太够睡啊，好多人哦。 我们这边只放了12张床，然后人数有17个人了。不过他们轮流睡一下，应该还是够吧？应该还够吧？睡一下不会睡太久。好，睡。床里面是不是要放个小夜灯之类的啊？里面放个灯，这样好吗？会不会太亮？放个小夜灯啊？有人会怕黑啊？ 当放在那个梳妆台上，好，这样大概 OK。好，看这个烽火台燃烧，但是好像没有亮度诶，因为你看这个灯就亮亮的，然后这个就没有亮度，诶，就有火在烧这样。 好，那我们的夜晚应该是蛮安心，没什么问题的啦。周围的敌人差不多都解决掉了。哦，我们的路也铺好了。啊，这边还在制作中。那这一位呢？这一位是卡住了，先做别的。好，你的矿物也很多了，并挖了这些洞。 就是加了一大堆，提升一大堆经验值。好啊，农夫3级，哇，一直升级。好，然后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那个纺织的等级现在才2哦。哦，因为他以前做过很多事，他以前做过农夫，然后好像做过其他的职业。 所以它经验值需求就变得很高，不过还好，就是纺织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需要等级需求才能制作的东西，那只要等级1好像就可以做所有的东西了，所以纺织就没关系，等级不太重要。好，啊，我们再做点那个工人套装好了，工人越多的话，这个应该就需要越多件，这样他们穿上去移动速度会加10%，对。 每个工人都可以穿，看一下，对他有穿，他也有穿，好，哎，大家好像都有穿，好，大家都有穿，好，每日升级来了。今天的话，我们应该还不行哦，哇哦，居然还差300多，食物还不够。可恶，之前上任我已经买了一大片的食物了说，没想到还不够哎，那我们是不是要田要再多种一点啊？ 不然我们再挖一块好了，这边再挖一下，再种点东西。好，那这个田地就一次不要种太多，一次不要拉太多，不然它会比较慢，它会全部挖开垦完，然后才去种植物，所以就慢慢开。好，那石头卖石头的好像没有什么用，就卖它的东西吧。这个木门怎么那么多啊？卖。好，那这游戏其实钱还蛮好赚的，就是一个石头就可以做27块的石桌，一个木头就可以做30几块的梳妆台，所以真的钱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。所以钱来买一些原料啊，或是买一些食材，应该是比较划算的选择哦。好，目前应该没什么事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发展中的城市，那可能就是要放着让他们跑一下啊，应该不用再做太多指令，就他们该做的事都有了，慢慢做吧。哇，今天又是一个宁静的一天，没有发生什么事，大家都稳定的持续工作着。好，那我们的农地也开垦好了，就等它慢慢种植吧。好，很多田还没有种。好，现在农夫已经有三位了吧？1、2、3、4，哦，我们有4位农夫嘞。希望我们的食物今天会够。哦，够了，终于。哇，我们已经第22天了，22天，然后人口17个，那今天加入第18位，终于成功了，食物只多了一点点。哇，真的食物真的是好难准备啊。好，那就是卖石头的，我比较希望有卖食材的人来耶，卖食材的我们就可以给他买，这样我们才会够吧，不然只靠农夫这样种好像不太够。好，那我们新加入的哦是这位，在哪里啊？哇，好远哦，从这么远的东方来的人看一下哦，平均值还不错，然后精神力比较强一点，不会怕敌人。好，当然这个应该是黑人妹妹吧。应该是女的吧，不晓得，看不太出来。好，总之又多一位了，总共有18位。那目前差不多就这样子，今天也过得很平顺，然后持续发展中。那这个大概我们还要再放一阵子，让他们慢慢升级，慢慢跑。那目前该玩该介绍的差不多到这边，那之后应该还剩下一个牧羊人，牧羊人还没有等级还不够，还差一点点，今天只差270就可以进化了，就可以转职了。好，那之后应该就是会牧羊人帮他准备一个牧羊的区域，然后我们村庄里面的东西再重新摆一下，那我想要就是整片道路。把它全面性的发展，就到处都有道路，这样我们效率会更好更快。好，那差不多就这样子喽。我们今天的实录冒险就到这边结束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，大家拜拜。